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阿成，今天自驾游来到梅州丰顺大山里，看到这里没有？哇，飞流直下三千尺啊，在这里啊发现一个瀑布，很大哦，真的是堪比贵州的王果树瀑布那么壮观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我去过贵州王果树瀑布，那个时候是受景点的邀请去拍摄的。今天呢我就在自己的家乡，哇，没想到自己家乡还隐藏了这么壮观的瀑布，哇，什么叫祖国的壮丽山河啊？等下呢我就用无人机拍给大家看看，这才叫祖国的壮丽山河啊，这个风景太美了。最主要啊，这周围啊还有温泉，也就是说你来这里旅游啊，也可以泡温泉，真的是一举两得啊。我停车停在这里啊，我还发现有香港的车牌，也就是说啊，香港大老板都来这里啊看瀑布泡温泉哦。废话不多说了，用无人机拍给大家看看啊，一睹这个瀑布的壮观，好吧。